天生耳聋的人，能知道什么是声音吗？天生眼瞎的人，能理解什么是颜色吗？经上说，从没有人见过上帝，那人怎么能认识上帝呢？人若不认识上帝，就绝对无法侍奉上帝。你认识上帝吗？你若想知道答案，请点击视频，出自圣乐教会1988年讲道《圣灵的全能》，讲师金基东牧师，制作圣乐教会圣乐宣教中心。